30岁以上的男的女的，他主要是对吧，年纪30岁以上，年纪大了，皮肤对吧，皮肤馊，皮肤油，毛口粗大对吧，皮肤馊，毛口粗大，皮肤偏滑对吧，用他就完了，好吧，安排他就完了，我示范给你们看吧，但是你们用的时候呢啊，挤一点点在手里面，对，看到没有，挤一点点在手里面，这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然后皮肤你看像这些地方这种收呢，这样我上提啊，就这样我上提，对，还有这笑起来的时候这里有意义，这些地方毛往上提，你们晚上睡觉放在你们床头旁边哦，你们洗了脸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擦一下就可以了，好吧，擦一下就可以了，擦一下，然后像这些地方看到没有，这些地方你们比如说这样子的时候，这些地方你们去毛一点，你看这些地方有这种意义对吧，去擦一下，擦一下就可以了啊，但是要坚持用，坚持用一个星期你们就看得到了啊，一个星期，坚持用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用啊，每天晚上它这个是不麻烦的，你们洗了脸对吧，晚上睡觉前洗了脸坚持用就行了啊，洗了脸放在床头边，洗了脸就去用它啊，尤其是30岁以上的，不分男的女的啊，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用，它是不分男的女的啊，这个我们平时公司对接是380啊，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啊，因为之前我给过大家一点心意啊，然后呢今天晚上也是约的，因为很多粉丝在私信我，他们都很想要，然后呢我阿伟还是那句话，多的给不了，但是给大家50单好吧，给大家50单啊，看到没有，你们笑的时候这些地方有对吧，有皱纹，还有毛口粗大，这些地方你们也去毛一点，对，毛一点之后呢第二天起来你们正常洗脸对吧，第二天起来正常洗脸，洗了脸之后你们就看得到了，知道吧，来多大不说啊，今天晚上呢只有50单啊，只有50单给大家说了啊，看到没有，满满的一瓶，你们他一瓶就可以用很久了，知道吧，就你们每天晚上睡觉前你们洗了脸倒一点点就可以了，来还有一瓶啊，它是相当于是拍一发二啊，拍一发二，对，拍一发二啊，还有一瓶49.9，就是发两瓶啊，这瓶的话它是针对什么呢，这瓶它是针对，它是眼霜啊，对，就比如说你们晚上不睡觉对吧，有黑眼圈或者眼睛旁边有这些皱纹啊，有黑眼圈啊，这些眼睛圈圈的这些，它是一个眼霜啊，用它就行了，好吧，多的不说，来我上次也给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我是主播我也不好去介绍，它主要是因为我直播间我看叔叔阿姨们比较多，知道吧，所以我就特意挑选了这个给到大家，那么你们在我直播间抢到了呢就感谢我就可以了，好吧，来到时候评论一下收到货你们就觉得好用就好用，看到没有，它里面是有两瓶，看到没有，它这两瓶的话是针对这个眼袋，对，眼袋，黑眼圈，对，还有眼睛旁边的这些皱纹，安排它，来安排它就完了，我教大家怎么用啊，这个应该大家也都会用啊，先打开一瓶对吧，打开一瓶，看到没有，打开一瓶之后呢用手去抹一点点，这样子弄一下，对，但是要坚持用，不是说用一次就它就好了，要坚持，要每天晚上睡觉前洗了脸之后呢睡觉前抹一点，知道吧，抹一点，对，两边都一样的去抹，抹一点，坚持一个星期你就看得到了，知道吧，这瓶抹完了就再抹这一瓶啊，对，坚持去用啊，你们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玩手机啊干嘛的就抹一点，知道吧，来拍一发三啊，这两个呢是针对这个眼睛啊的，这个它是一个眼霜啊，两瓶，看到没有，两瓶，对，
相当于这个的话是阿伟给你们的啊，一点我的一点诚意，你们去拍就行了啊。然后呢，只有50档，因为上次很多人没有拍到，上次很多人没有抢到，然后呢，很多叔叔阿姨们就私信问我啊，他叫 ZIB 啊 ，ZIB， 对，来，他是一套的，来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多的不说了啊，我的诚意，我的心意，我该给大家的给大家，对吧？因为这一直以来，直播间叔叔阿姨们也好，阿伟的粉丝们也好，一直以来也很支持阿伟，很支持阿伟，知道吧？来这一套啊，对，平时我们这就这么一瓶对接都是，这一瓶对接都是我们下面的，就是我们公司的成本都是380啊，看到没有？平时下面5998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发到这个市场价啊，市场价就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市场价就是598，就那么一瓶啊。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给大家搞2瓶。然后呢，也是我直接改价改到最低啊，因为我自己的东西，对吧？我自己可以做主，对吧？这个价给我可以我来定，但是呢，给个大家几十套是没有问题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抢到之后呢，就给感谢阿伟就可以了。还有最后10单，最后10单是吧？嗯，行啊，我只希望阿伟在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们在阿伟的直播间抢到了一点好东西的时候，你们。就感谢我，就以后来我直播间，哎，觉得阿伟是个好男人，觉得帮助我们怎么样？其实直播间叔叔阿姨姐妹，30岁以上的也比较多，40-50岁、50-60岁的叔叔阿姨们也比较多，所以我个人觉得，就主要是，我个人觉得大家这么的支持我，这么的那感谢我，对吧？那么我一样的我的心意，我一样的做到，好吧？哎，是他没付款的，什么？哎，是他没付款。20单没有付款是吧？来这么的啊，把这20单踢出去。好，没有付款的踢出去，然后呢，再次反正给大家上马50单就可以了。来，直播间叔叔挨个结麦。来，看到没有？这2瓶是眼霜啊，眼霜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眼霜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它是针对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你们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不分男女，平时你们皮肤对吧，年龄大了皮肤松，像这种对吧，这种笑起来的时候这些地方，这种安排它就完了啊。它主要它肌黄液，它是针对这就刚刚我跟你们说的这方面的，它不是说光是个肌黄液，知道吧？你们晚上睡觉前用就行了，擦，对，该擦的擦，你们用个一个星期，对吧？就知道了。我也不好去介绍太多啊，大家反正我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你们觉得信得过阿伟，值得相信我，你们去拍一单就可以了，知道吧？因为我也不好的，我也不会给大家分享的，因为平时我们自己也是常用，我自己试用过，所以呢，我才会给大家分享的。大家放心去拍就行了，好吧？看到没有？插在上面就 OK 了。来，直播间刷一个姐妹，下方小黄车啊，我已经给大家上车了。最后给大家10秒钟时间来，你们没有拍到的就没有办法了。到我不希望就是再次私信问我，真的，对吧？我因为你们以两个人来私信问我，然后怎么样，知道吧？这个。今天晚上我给到大家了，如果你们觉得好用，你们觉得好，那么以后你们找我就是拿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就不会给到大家了，知道吧？因为我首先呢，我也是给到大家，但是呢，我的心里面呢，也就是让大家尝试一下阿伟对接的这些好不好用，对吧？好不好？就这一点啊。所以呢啊，今天晚上分享给大家，那么你们觉得好用以后。找我就可以了，知道吧？但是呢，以后找我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就拿不下了。说实话啊，今天晚上呢，最后给大家10秒钟时间，来，10、9、8、7、6、5、4、3、2、
一，下车。城市美是什么什么意思啊？城市美是，你们老师打这个城市美，城市美他们是一种比喻词啊，是古代的一个人哦，我没搞懂，我说城市美他们在说什么，我后悔一辈子啊。其实我就是宝妈呢，宝妈呢，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宝妈呢？说实话啊，说实话，什么宝妈呢？我哪里是个宝妈呢？你们不要这样说。其实包括我自己，我都需要了。你看这些地方，需要了。你们能理解我的就理解我，不能理解我的我也没办法，真的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因为有些东西我也不好去那个啥，知道吧。我现在我的情况真的，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我也想通了很多事情，我也决定了一些事情啊，我决定不能扔下这个公司不管，说实话啊，决定不能放弃这个公司，知道吧。所以我振作起来，我再次回心转意，再次把心收起来，去好好做。来，直播间刷一个，你们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真的，说实话，来，各位打一波正能量好吧？来，给阿伟打一波正能量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刷伟哥了，他心里面也有苦的。大家能理解我的就理解，不能理解我的我也。